三娃嚟咗，你敢要咩？开放三胎唔系生唔生嘅问题，系你敢唔敢？有人计过条数，从大肚到细路高中毕业，至少要使大概70万，呢度只算中等水平嘅。一位以心以欲嘅广州市民就俾出一个更好嘅答案：如果要生三胎，买屋要喺四房以上，细路所有嘅费用加埋买屋 ，total 加埋要成540万。但系少子老年化点算？从90年代开始，我国人口出生率就一直走低。虽然话开放全面以孩后，出生率有个明显嘅回升，但到咗2019年，出生率竟然出现历史新低。再咁落去，10年后出生人口将降至唔够1100万，所以只能开放三胎。国家就此特别提出要实施配套支持措施，呢度就反映出高层已经注意到生育意愿嘅现实问题。正所谓对症下药，方能治本达标。如果话措施真正实施落嚟，你又敢唔敢生呢？关注我，了解更多大湾区嘅资讯。